这是谁的袋鼠啊？怎么这么快？真的很懒得去做这些东西。应该不是可以移除的。哎，我跟你讲一下，我真的玩到气死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要嘛就叫我去那边，然后一下子就叫我去那边，你是要把人家气死是不是？这边都讲完了，复仇了吗？小红花小还没讲。